五帝乾卦渐变法，取一根60厘米绳子对折，头上预留6公分，这里打两组金刚结。打完后穿一个卡6的珠子，继续打两个金刚结。拿一个顺治钱币如图放好，两根绳子对穿过钱币，再拿康熙钱币同样方法穿。后面都是同样穿法，尾部打两组金刚结固定。最后尾部绳子各穿2个珠子。剪掉线头烫粘就完成了哟。